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&K Camera 的 Frankie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嘅咧，就係講下 Leica 嘅少少歷史啦。因為其實講過咁多集咧，大家對Leica 咧都會有一定嘅認識，亦都有一定嘅興趣嘅。咁今次咧特登嚟到咧德國咧，同大家介紹一下 Leica 嘅歷史咧，相信係最好不過嘅地方啦。首先要講下德國人佢哋工作嘅態度咧，佢哋要求嚴謹啦，追求完美，一絲不苟啦，同埋不斷咁去改良，甚至係唔計較呢個成本咧，為達到咧某一啲嘅效果嘅。咁所以咧，唔少嘅出色嘅品牌咧，咁大家其實都係好認識㗎啦，包括可能喺汽車啊方面啊，或者攝影方面啊。咁而攝影方面咧 ，Leica 係一個好好嘅表表者嚟嘅。咁講一講 Leica 個歷史啦，咁其實 Leica 咧之前係做緊主要係做呢個顯微鏡啦，或者係望遠鏡方面嘅。咁後尾咧就有一位叫做Oscar Barnett 咧，咁佢就係一個攝影愛好者嚟嘅。咁嗰當時嗰個相機咧，其實係非常沉重嘅。咁大家想象下一個木頭機，大約個 size 係知道係有幾大啦。咁因為Oscar Barnett 咧，咁佢本身身體咧又有啲唔係好好嘅，咁佢有少少哮喘啦，咁變咗有時咧攞咁大咁沉重嘅相機嘅時候咧，會變咗係幾辛苦啊。咁後屘咧，佢亦都係因為佢係一個設計師嘅原因啦，咁咧佢就特登為咗自己咧設計一個好細小嘅相機啦。咁利用咗當時拍攝電影嘅菲林啦，做咗一個改變嘅。當時咧就用咗咧36:24咧作為咗一個相機相片嘅規格啦。咁呢個咧係第一部嘅135相機嘅初型啦。咁之後咧就所有嘅相機咧就用咗呢一個做一個全篇幅嘅呢個標準。到而家咧就算去到數碼年代啦，其實都係會有都係用緊呢個作為一個135相機嘅標準啦，36mm×24mm 嘅。咁之前講及咧，就係話咧，其實德國人咧做嘢咧好嚴謹啦，追求完美啦。咁所以咧，Leica相機咧都係做得好扎實啦。咁除咗相機之外，鏡頭當然都係唔需要講啦。喺機械部分啊，同埋喺鏡頭嘅玻璃部分啊，都係要求得好嚴謹嘅。每一個細節咧都係做得好好啦。是當咗自己是一個使用者咁樣去設計同埋製造嘅，咁變咗咧個耐用程度咧係非常高啦。喺鏡頭嘅玻璃方面咧係可以反映到真實嘅一面，咁變咗好多時咧我哋嘅都有試過啲情況噶啦，就係好多時眼睛睇到個嘢咧係好靚，但係咧影出嚟影嚟影去都影唔到。但係相對嚟講咧Leica相機咧喺呢方面咧，是做得比較好的，就是話咧，你見到嘅嘢咧，比較容易去影到啊。有啲可能好低光啊，或者係高反差嗰啲情況之下咧，佢喺表現方面咧係比較優勝嘅。咁喺表面嚟睇咧，覺得 Leica 相機啊或者鏡頭咧係個售價係比較貴啦。咁其實咧計翻轉頭咧，亦都係唔係貴嘅，因為佢有一定嘅保值能力啦。當你用咗弱光嘅時候咧，再賣翻出去咧，佢亦都係有二手價錢啊，所以係好多人會係欣賞，亦都係喜歡去選擇嘅一個品牌啦。再加上咧，當初嘅設計咧，其實係除咗預咗你本身你買嘅人去用啦，可以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啦。譬如話我而家用啦，我可以傳俾個仔啦，個仔可以傳俾個孫啦，咁一代一代咁用落去啦。咁好似1930幾年嘅鏡頭啊，咁到而家咧，其實咧係可以有好多咧，仲可以咧係操作正常嘅。所以如果計翻轉頭咧，Leica 嘅相機同鏡頭咧，你計翻個時間可以操作嘅時間嚟講咧，其實係非常划算嘅。曾經有一位前輩咧同我講咧，佢話
因為我冇錢，所以咧就揀咗拉卡啦，因為佢可以好保值。就算我真係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我賣翻出去咧，我都會有翻若干嘅價值喺度。咁相對嚟講咧，真正花嘅錢咧並唔多。呢個講法咧，雖然表面聽落去咧好似有啲奇怪，咁但係你深思一下咧，其實都係好合理嘅。嗱，呢個咁簡短嘅介紹咧，我諗都係好皮毛嘅啫。咁如果你話有興趣，可以了解啊，或者去嘗試一下拉卡嘅相機同鏡頭，歡迎你嚟到我哋尖沙咀啦，或者係旺角嘅門市去了解一下嘅。咁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影片咧，歡迎你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